南下，能不能赢下那场比赛，就得看你那位大优生。我去，你不说我都忘了。啊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怎么了？我估计我家这会儿房子都塌了。命也太苦了。小二姐，那个你今天上电视了，我都看见了。哇，太拉风了！你干什么？你让进去，让他进来。不关我的事啊，都是他们俩干的。晚上有的用。你是在叫我吗？对呀、啊。林小姐，有何贵干？打都打过了，就让他住这儿吧。我付的钱，凭什么让他住？你租的一楼，他睡楼上。走，带你看看房间去。等一下。楼上是我自己的，我爱给谁住给谁住。你知道沈醉是个灵物吗？我当然知道啊，还是人家自己亲口告诉我的，不像某些人。某些人怎么了？某些人连坦白的勇气都没有，就知道当缩头乌龟。某些人从来没问过为什么要坦白。某些人在和某些人交往之前，不是应该都说清楚吗？某些人和某些人什么？等一下，你们说的某些人是谁？关你什么事？走，不跟某些人废话。哎，等一下，走。既然沈醉对你那么坦白，那他有没有告诉你，我为什么会拒绝他？哼，看来某些人也并没有那么坦白。哎，老板，别生气。走。那个，以和为贵，以和为贵啊，那个。